妈，怎么有蚊子咬啊！我操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先归一会。一级换血不太好换的，他直接一我，一完我他会有视野，很烦。背叛就像在不该换这波撒盐一样刺人，脏东西。飞马的。等到六七级炸到可以直接把他冲的。他跑不了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冲了。我闪现也没了，他闪现也没了，我没闪现，我基本上是摸不到他的。看寡妇怎么说，寡妇，好就得抓这种 ADC 啊！我直接去骗他技能。周围有没有敌人？没抓到，但他跑不了。寡妇留意想抢技能，不是想要抢人头，想要抢的话就给他吧。他留了一直没用好像。带强攻到，除非他有装备压制，没有装备压制，带强攻到六级就打不过船长，位置拉不开。带香味的话，从两级开始就打不过船长，伤害不够。然后呢？你拉得开位置？你拉得开位置？哎，他是真主 W 的，他跑好快呀、啊！莫名其妙砍塔的，那小兵没有进塔的范围。完了，他有闪。拉扯一下，哎呦 ，W 是慢的，我这波 Q 是能把他 Q 死的，但是我 Q 出去的时候我没有耀光效果了，然后他就不会死，只要附带耀光效果他都会死，但我比他先死，我说这波就 W 是太慢了，最大的问题是我卡了，我要是不卡我乱杀他。哎，他们好会拉扯，这些屌人有点厉害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可恶！他这个主 W 跑的确实快。真是三级，他就操作不了。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我操 ！AP 无敌，有点东西。哎，我好像要发财了。我操，好痛！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我尼玛！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我要暂时。我要是蹲他的话，我感觉我也活不了。这奎因要追我，我必死，我觉得。给寒冰送吧，我送塔去了。但我想把他杀人猪打掉，他还是个小东西。你想干什么？没脑筋吗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哎，真把他逼走了！啊！我的 fucking crazy！ 他他妈越塔一口给吃了。就干他，妈的，狂！还有无敌 ，AP 无敌是吧？我操！我操！那什么？这就是无 AP 无敌尔吗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尼尼玛大夫，什么鬼？笑死！还好翻船拿起来了，没白翻。那你还给我人头？我操！技能按错了，应该是用滑铲破盾的。我的 Q 要打伤害的，我应该用滑铲破盾，然后再 Q 他 ，Q 一下他就死了。哎呦，没中，死亡之不是死亡之女中了，他应该死，那他这应该也跑不了。笑死！哎哎，我的妈没！哎，老子点地板去了呀，我一刀他就没了。
忘记时间，踩不动。疾跑，大招换疾跑不上去，好玩是吧？你死了。开了，连 A 了，支援一下呀，大哥。给老子整无语了。哼，那有毛用，他妈连吸血鬼都打不过，吸血鬼才三件套呀。谢爱吃小母鸡送的办卡，谢谢路人乙送的音符，谢谢。